延续近期缺水话题，妈妈太太们是不是也想为水库蓄水尽一份心力呢？本期分享省水洗菜小妙招，厨房经济学，全民一起升起来。不能用大量水冲洗蔬菜时，其实可先以小苏打浸泡，并抓洗蔬菜表面，再以适量水冲掉即可哦。啾咪。没有最健康，只会更健康。快上 LINE 加入好友 Top One Health。